大家好，能听到我讲话吗？同学们，大家好，能听到我讲话吗？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好。Okay, that's great. Okay, 为什么要 O？那我们马上准备开始了啊。好，谢谢各位同学来到我们 Economic Principle 的第一节课。那么我们这节课很明显，大家是想要 focus on 大家的马上要会来的 quiz 的，对不对？那同一时间呢，我也希望啊，大家可以更好的明白 Economic Principle 这一个 subject 啊。那么呢，这一次的 quiz 呢，我们看到一些真题，在等一下最后的时候呢，会跟大家一起过一下那个真题啊，是本学期的真题啊，马上就 quiz，都是从一个这个资料库，从一个题库里面出来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学期的 quiz 呢，跟我们之前的学期会有点不一样，是更加 focus on 在 topic 的后半部分的。所以，我们今天会把今天的课程呢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 economic 经济学的一些 basic，OK？、Okay? 以前呢这一部分的内容呢都会在你的 quiz 里面的，但这个学期我看了四份不同的 quiz 从题库里面出来的，都没有 basic 的这些内容哈。但是呢，我觉得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第一个呢做一个保障，那第二个的话呢也对 economic 有更好的了解。这样做好吗？嗯，好的，好。那第二点的话呢，那当然就是我们会 focus on 更加重要的第二 part 了。OK，第二 part 的话呢，我们会 focus on 看 PPF，OK，、okay? 还有 trade，OK，、okay? 贸易还有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这两个。那这两个内容呢，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semester 我看到的四份 quiz 里面呢，都是考他们的内容的。OK，而且这两个内容不单是你的 quiz 会考哦。quiz 考过，final 照考一次，所以这个后面的半部分我们才是重点，OK？所以前半部分大家就当热身，后面这一部分呢，when we end up into this topic, it will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是在 second part，OK？Are we fine？Are we OK？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我就先介绍一下自己了，OK？那我叫 Daniel，大家应该知道，跟着我在Deakin 这边上课呢，也就10年经验了。那我本人呢？是在 Melbourne Uni 的 Master of Law，还有 Master of Finance Research 毕业的，那非常荣幸啊，可以在 Economic Principle 帮助到大家。OK，那我们上课呢，完全就是 focus on exam，OK，、okay? 考试考的我们讲，考试不考的我们不讲。OK，那第二点呢，也会 focus 帮大家去理解。OK，也知道 exam 应该要怎么答题的。OK，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公开课，也是我们整个 class 的第一节课哈，所以呢，内容呢还是相对的比较简单的。那重点呢应该是 second part。好，那讲完以后，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第一 part 的讲解了。我们首先看看我们的同学，如果同学有问题，可以随时用我们的 group chat board，OK，去进行一个去进行一个问题的这个 typing，OK。跟着呢，同一时间的话呢，当然。每一个知识点讲完了，每一 part 我讲完了，我都会根据大家的 group chat 里面去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跟我直接的这个云聊天的话呢，你也可以点开你的麦克风啊。OK，当然这个不是很建议。OK，因为会全部被录到我们的教学里面去。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部分就是 economic 的 basic。OK，我们要知道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经济的分类。其实经济分类大家应该都听过，可以分为微观经济 （microeconomic） 跟宏观经济 （macroeconomic） 两种。那么微观跟宏观经济有什么不同呢？OK，大家知道一下啊，微观经济 （microeconomic） 这个经济学它研究的是我们整个经济体里面的一些组成部分。什么意思啊？它研究的呢可能是 family，OK，是一个家庭的消费决策。他研究的是一家公司的运作模式怎么样最高效等等，所以微观经济他看的不是整个经济体，而是经济体里面的组成部分，比如消费者啊，比如企业啊等等。
这叫微观经济 macroeconomics。所以重点词是什么 ？Household 就是 family，OK，firms and market interaction。那么宏观经济 macroeconomic 宏观经济讲什么？它研究的是整个经济体的 whole economic。我不是研究香蕉的市场，我也不是研究消费者，我研究的是整个中国或者整个澳大利亚的整个的经济状况，整个经济体。我们会研究整个经济体里面的通货膨胀、失业率，还有经济增长率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更宏观，简单来说它研究整个国家，所以这叫做 macroeconomic。 所以关键字是 whole， OK， microeconomic 微观呢，关键字是 individual， 就是个体组成部分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经济会有这两种分类，各自对应的关键字我画起来给大家，大家要知道清楚吗？很好，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对不对？好，第二点大家要知道一下啊， for 你的 multiple choice， 你 final exam也是会有 multiple choice 的，跟着大家要知道一下 economic 的定义，没错了，你没听错，经济学的定义 final exam 的 multiple choice 都是可以考你的。那经济学的定义是什么呢？ Economics is the study of how people, firm and society make the choi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carcity。 好，把关键字画起来。有的人说 economic 的定义都会考吗？对， OK。 所以 economic 的定义关键会考的点在哪里？是最后的这个 condition of scarcity。 什么叫 condition of scarcity？ OK， 用人话说就是资源的稀缺性， OK。 所以经济学其实是在研究资源的稀缺性，正因为资源是稀缺我们才有经济学，OK， 正因为时间是稀缺，所以我们才会讲究效率。如果你有无限的时间、无限的成本，那你为什么会有经济学呢？怎么会去研究效率呢？对不对？所以记住 ，economic is based on the condition of scarcity， 资源的稀缺性。OK， 所以 scarcity 的意思就是资源的稀缺性。那么英文是什么 ？Limited resources， OK， which we can't produce all goods and service people want。也就是有限的资源。那么经济学里面我们有五大有限资源，就所谓的 scarcity 的有限资源有五大，有哪五大呢？这个是要背下来的， OK， for final exam the multiple choice。 经济学里面的五大限制有限资源，第一是土地 land， 第二是 capital 什么资本，那钱是有限的嘛，对不对？第三是劳动力 labor， 很明显劳动力也是有限的， OK。第四稀缺资源是什么 ？Enterprise， 这里指的是是企业或者是创业者 ，OK， 这个也是稀缺资源哦 ，OK。最后一个呢是 T 是什么？是 time，OK、okay?。所以在经济学里面呢，从学术上我们有五大有限我们的这个稀缺资源，这就是我们的 scarcity， 经济学里面定义的五大稀缺资源，大家要知道 ，OK。很 basic， 如果这都不知道不要说自己读过经济学了， OK。 好了，所以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经济体系的分类，可以分成两大类经济体系。譬如像美国这一种经济体系，就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叫做 market mechanism， 就是什么自由市场机制， OK。 所有在美国这一种经济体系下，Under market mechanism， 我们会说是直接由市场的 demand 需求还有市场的供应来决定市场的这个产品的价格。也就是说你可以完全理解为所谓的 market mechanism 就是 free market， 就是自由市场的意思，让 buyer 跟 seller 自由的交易， OK， 从而决定这个商品的价格，这叫做 market mechanism。 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等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都是 market mechanism 的， OK。 所以 it brings buyer and seller together, enable a voluntary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OK， 并且呢它 encourage buyer 跟 seller 都要 maximize 自己的利益，也就是简单来说 free market approach， 政府完全不干预市场， OK。 所以是 free market。 那么另外一种经济体系呢，譬如北韩还是或者俄罗斯，叫做 central planned economic。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简单来说就是政府会去干预市场， OK。 所以它跟自由市场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会干预市场。 The decision involving in what to produce is decided by the government， 这种就叫做中央规划性经济。
其实，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呢，中国也是中央规划性经济 （Central Planned Economy），一颗白菜卖多少钱，全部由中央政府说的算。OK，要给你这个肉票啊，你去才能够换肉等等的，它不是自由经济市场。OK，所以主要分这两种啊，北韩是 Central Planned Economy，OK，、okay? 而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全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 Market Mechanism。OK，大家知道，全世界不同国家经济分类可以分为这两种。OK，所以好，接下来就要知道，在我们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当我们做一个经济决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七大原则，有七大 principle。OK，那么这七大 principle 的话呢，for 你的 quiz，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知道 keyword 就行了，包括你的 final exam。好，第一种，我们 economic 的七大原则，第一就是记住，任何事情都有 trade off。什么叫 trade off 啊？就是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OK？如果你要更多的 benefit，你就可能要承担更多的 cost，OK？、Okay? 你要更高的投资回报，你可能就要承担更高的风险。所以这是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任何事情都有 trade off。第二个，我们的经济学的原则是什么？是机会成本的存在，opportunity cost。什么叫机会成本？很简单。就是你做了一个决策 A，你可能会损失决策 B，啊，啥意思呢？用人话来说就是，你决定来澳大利亚留学，你是不是就放弃了你这个高中在国内那个初恋的爱情啊？那所以你放弃的这个爱情就叫做你的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因为你要来澳洲，你要放弃你的爱情哦，OK？所以这就叫做 opportunity cost，the cost of something what you have to give up together。当你要 make 一个 decision，you have to give up，你要放弃 something，那这个就叫做你的机会成本。OK，好，第三个经济学原理就是 rational decision maker，理智的决策者都是 think at margin。OK，都是考虑 margin 的，什么意思？就一个理性的这个人，当他做决策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才会做这个决策？一定是这个决策的 benefit。OK，大于 cost，也就是这个决策的获益必须要高于它的成本，那么他才会做这个决策，对不对？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吧？好，再接下来第四个，我们的经济性原理，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啊，我们学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绝对不是共产主义啊。资本主义经济学它都假设 people only respond to incentive，什么叫 incentive？利益。没错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就是这么厚黑。它的所有经济体系的最核心的一个原则跟假设就是，所有人都看利益办事。OK，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 only。OK，好，第几个了？现在第六个。OK，第六个我们的经济学的原则或者假设是，贸易 trade will make everybody better off。那在我们经济学里面呢，我们都鼓励贸易的啊，贸易可以让所有的国家都更加的好，所以我们才会有世界贸易组织嘛。OK，那究竟为什么呢？待会儿我们在后面第二 part 会考的 topic 里面，我们就讲到贸易。OK，敬请期待。好，那么再接下来呢是什么？是 market 的地位。OK，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第六大原则就是市场是最好的调控机制，market is the good way to organize economic activity，就是让市场自己的调节自己的经济体制，政府不应该干预。政府与市场哪个更可以让经济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是市场，是 market，而不是政府。OK，好，最后一个就是第七大原则，政府干预市场虽然没有很有效率，但是我们需不需要政府？在我们第七大经济学原则里面说，政府的存在还是必须的，因为 government sometimes 可以 improve the market outcome。OK，就是自由市场是必须的，但是政府也需要存在，因为它可以让自由市场变得更加的规范，这意思。那关于这个的话，其实是在我们倒数第二个 topic 叫做 externality。OK，这个是我们整个 subject 的倒数第二个 topic，每次 final exam 必考。Externality，OK，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政府的存在是有需要的，而不能完全自由市场。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基础经济学的七大原则。那希望大家会明白，其实都是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的假设。OK，那么这个如果 exam 会考的话，大家只要知道关键字，那就 OK 了。譬如题目会问，贸易好不好？Is the trade good? Yes, it's good because it makes everyone, every country better off. OK，所以 something like that。好，接下来再到下一个知识块，我们就要讲一下 theory，不同的 theory 了。OK，那在经济学的理论里面呢，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种叫做 positive theory，OK，positive statement。第二种呢叫做 normative statement，OK，normative statement，OK，就有两种不同的理论。那么，我讲讲它是什么意思啊？就在经济学的理论里面呢，是分两种。第一种叫做 normative theory，OK，normative theory 呢，其实算是哲学性的经济理论，也就是它完全靠空想，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OK，那么这种叫哲学性的经济理论，OK，完全没有东西可以，没有东西可以证明的。那么譬如啊，什么什么呢？譬如normative theory，举个例啊，譬如我们说。天道酬勤，只要你勤劳，你天一定会回报你的。你只要是个好人，人善天不欺，所以你要坚持做好人。那像这种 theory 就叫做 normative theory，它是个纯哲学理论。你有数据可以支持你做一个好人，真的会有好的结果吗？你没有。OK，所以这种叫做 normative theory，the claim attempt to describe how the world should work。OK，所以呢，它叫做 normative theory。OK，也叫做 prescriptive analysis。OK，叫 prescriptive analysis。OK，好，跟着呢，另外一种 economic theory 叫做 positive theory，它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它是有证据可以验证的，在陈述一种现象。OK，譬如我们通过统计发现啊，只要我们的这个失业率上升1%。那么就会有10万人会死亡，那么这个是根据数据推出来的这个 theory，那么这种就叫做 positive statement，所以它不是一个哲学的空说的一个理论，而是真真正正有数据可以支撑的这么一个 theory。OK，所以它有一个很强的可认证性。positive theory 的最大特征是 can be settled by evidence，它是有证据可以证明的。而 normative theory 呢，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只是一个空想而已。所以大家要知道，economic theory 我们是有 positive theory，也是有 normative theory 的。OK，有这两种不同呢。譬如我们刚刚说的一个 theory，假设啊，说贸易会让全世界都更好，对不对？那么是吗？有没有证据？如果没有数据可以验证，这只能是一个 normative 的 economic statement。OK，好。所以呢，这是 positive and norm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s，所以大家也要知道一下。好，那接下来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进行到第二 part 了，也就是这个学期我们看到的 quiz 呢，我们都是从这里开始往下的什么内容，所以而且 final exam 也是会考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整节课的架构是一加一嘛，对不对？好，第一个一我们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看。重点来了，所以刚刚是个小热身啊，现在才是重点。OK，那么在这一个我们 quiz 会考的这个后半部分里面呢，主要是两点，一个是 PPF，一个是贸易，是 trade。OK，我再说一遍，quiz 会考，final exam 也会考，所以大家现在热身完毕，we have to pay a good attention。OK，好，我们看看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在 chatting board 下面问，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好的，那我们就继续了。OK，好，谢谢刚刚那位同学。好，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概念哈，就是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opportunity cost 就是你做一个决策会牺牲另外一个，对不对？你选择了力宏就要放弃杰伦，OK，进行结婚，这就是 opportunity cost。你买了阿里巴巴的股票，那你可能就会损失掉什么亚马逊的股票，因为没这么多钱。那所以，如果你买阿里巴巴的股票，你是要损失掉了亚马逊的机会，那么亚马逊就是你的机会成本了。
opportunity cost。你选了杰，你选了力宏，你牺牲了杰伦，那杰伦就是你选力宏的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OK， 所以 opportunity cost 这个 concept 我们刚刚也提到，所以它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看看 opportunity cost 的定义是什么 ？When we make a decision, we forego and give up other choices. The best alternative sacrifice is opportunity cost. 好好，把这句话画起来，把这几个字画起来。你的 quiz 或者你的 final exam multiple choice 的时候，经常就会出现这几个字。什么是 opportunity cost? The best alternative you sacrifice， 就是另一个最你另一个牺牲的最佳选择。OK， 为了做这个选择，你另牺牲的另一个最佳选择就是 opportunity cost。 所以这几个关键词只要在你的选项里面出现 best alternative sacrifice， 那很有可能如果这些关于 opportunity cost 的，那这个就是选项了。 OK， 所以大家要学会抓 keywords。 OK， 学习需要技巧，考试是门艺术。知道什么是 opportunity cost 以后呢，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什么是 PPF？ OK， 什么是 PPF 呢？其实它是一个图啊。PPF 其实它是一个图，在讲一个牺牲跟 opportunity cost 的故事。什么叫 PPF 呢？我当然这里就有图了，但是我不喜欢读 notes 啊，所以我直接跟你画一遍什么叫做 PPF。For example， 如果有一个国家 ，OK， 它只能生产两样东西。要不就生产面包 bread， 要不就是生产这个公交车 bus。 OK， 如果用尽所有的资源，它可以生产呢100个 bread。 OK， 那它就生产零个 bus。 OK， 那100个 bread 它是零个 bus， 对不对？又或者它一个 bread 都不生产，决定生产零个 bread， 那它可以生产10台 bus。 OK， 知道吗？OK， 它只能要不生产100个面包零个公交，要不生产10台公交零个面包。那你想问什么？你想问什么 ？OK， 同学，你想问什么？你肯定想问，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个 combination， 有个组合啊？我能不能有90个面包来2台车？当然可以，你也可以 mix， 你也可以混合动力 ，OK， 混合这个面包与这个 bus 来生产的嘛，对吧？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连起来，那么这一条线就代表什么？譬如 ，OK， 如果我生产在点 point A， 那么就代表什么？我有可以生产90个面包，同时呢，我生产了9个 bus。OK， 所以你可以生产在这一条线上面的任何点，任何一个点都代表着这个 bread 跟 bus 的不同的生产组合决策。OK， 不同的生产组合，你可以理解为，那这个就叫做 PPF。所以 PPF 是什么 ？PPF describe 了三样东西，首先是 scarcity 资源的有限性，那当然要资源有限，所以你才只能，你的生产量才会有限嘛，对不对 ？Scarcity。第二是 choice， 你选择生产 bread 呢，还是生产 bus 呢，对不对？第三个就是机会成本。我们可以看到啊，你每生产 bus， 你生产 bus 是不是要牺牲掉一部分面包的生产啊 ，bread 的生产？当然是。所以PPF 陈述了三件事，这个 for multiple choice for 你的 quiz 要记起来，它陈述了 scarcity 选择 choice， 还有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OK， 好，跟着 PPF 的定义里面要记住，在这一条线，这一条曲线呢就叫做 PPF 了，在这条 PPF 上面的任何一点都叫做 maximum output and consumption level of the economy，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经济体或这个国家能生产的所有生产量的组合都在 PPF 上。也就是说，如果题目问你，我现在在这个经，如果 PPF 在这里，这个是中国的 PPF， 那我有没有可能生产在 Point B？ 那是不可能的 ，OK？ 因为 PPF 就代表了 maximum output， 最大生产量。如果你想生产在 B 那是不可能做不到的，因为你经济是没有这么多资源，因为 PPF 已经代表了最大产能。OK， 所以这个 maximum 给我画起来。好，大家已经画好了 ，good。哦，我已经帮大家画好了。好，第二点就是什么？就是 PPF 上面的每一点都代表着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也就是我们的生产组合，对不对？譬如 A 点就代表生产90个面包加9辆 bus 嘛，9辆公交嘛，所以它代表了不同的生产组合。OK， 在 PPF 上的每一点，所以把 combination 画起来。第
第三，PBF 也告诉了我们，要生产多一台公交，我们是要牺牲面包的。所以它也告诉我们，我们有 opportunity cost，OK？所以这是 PPF generally show 的问题。好，理解了 PPF 了以后，那你肯定会问，那 quiz 一般会问什么呢？quiz 一般只会问四大问题，OK？四大，OK？sorry，对，会问四大问题，Q1、Q2、Q3、Q4，无论是 final exam 还是你的 quiz。问 PPF 是不可能超出这四种问题类型的，所以你只要跟着哥哥搞明白这四种问题类型的话，exam 破字易如反掌耳，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所以一定要明白这四种经典考题，所以在这里写一个 magic number 是4，OK，4。PPF，你的考试要掌握的就是经典数字四个题型就行了，OK？大家有没有问题？大家有没有问题？好，那么第一种题型呢，就是看图解题，OK？所以大家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题啊。我们看到一条蓝色的 PPF，那题目会问你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如果我的经济体想生产到第一点，做不做得到？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做不到，因为它超出了我们经济体的资源可以承受的 PPF 嘛，它在这里嘛，这种叫做第一点叫做遥不可及。那选择题什么叫遥不可及？不可能，遥不可及这个英文嘛，对不对？遥不可及是做不到的啊，这个叫做 unattainable，也就是我想生产在低点，就是我想生产这么多台 computer，OK，的同一时间，我想生产这么多台 car 是做不到的啊，生产在低点我是做不到的，OK，因为简单来说，它超过了我们的 PPI。好，所以低点叫做 unattainable。如果题目问你，你要选 unattainable，OK，好。那么 C 点呢？C 点在 PPF 上，A 点也在 PPF 上，所以如果我想生产在 C 点的 production level 跟 A 点的 production level，可不可以啊？完全可以，我们可以 produce all production，所有生产量都可以满足的。OK，那么 C 点跟 A 点的这两个生产效率有没有效率呢？记住是有效率的，efficient。我教大家怎么看啊？只要题目给你的点是在 PPF 上面的，比如 A 点跟 C 点，一定都是有效率的生产。OK，只要在线上都是 efficient。OK，记住。那你马上就问了，那我们剩下小 BB，那小 BB，那小 BB 肯定就是这个小 BB 这个生产量能不能达到啊？肯定可以，因为它不在 PPF 上，是在 PPF 里面。也就是小于我们最大产能了，那我 B 肯定可以达到，但是因为 B 它是在 PPF 的里面，所以它是没有效率的，所以小 BB 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它 inefficient。为什么它没效率啊？很简单嘛，我们的 PPF 是蓝色的这一条，所以理论上我生产300台 car 的时候，我 PPF 上对应的我应该可以生产这么多，就是2000多台 computer 才对。但是如果我生产在 B 点，就是我生产300台 car 的时候，我只生产了1000台 computer，那你觉得有效率吗？肯定没有。你明明可以拿 HD 的，你现在只拿了个 credit，你觉得你有效率吗？没有效率，所以它是 inefficient。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空间切成三块，在 PPF 上面的点是能达到，而且 efficient。在 PPF 里面的任何点，就记住关键词，它一定是 inefficient。在 PPF 外面这一点呢？就根本就达不到。OK，看图回答问题，记住，学习 economics 就三个重点啊，就是什么？理论、看图回答问题，还有计算。OK，所以这是 question one，大家明白吗？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Thank you very much, Kevin. Thank you very much. OK，好。接下来我们看什么？看 question two。Question two 就是 opportunity cost 了，OK，我们要会计算 opportunity cost。譬如题目如果问你，我从 C 点到 A 点，如果我要从 C 点移到 A 点，机会成本是多少？那我们看 C 点到 A 点，我们的 car 是不是多了100台？多了100台车，我们的机会成本是多少？我们的 computer 从2200，C 点2200，是不是跌到了 A 点的2000呢？是不是？是不是？所以，
如果要从 C 点挪到 A 点，我们的机会成本是200个 computer。OK，从 C 点挪到 A 点，也就是我多生产了100台 car，我的机会成本是从2200降到2000，是200个 computer。所以大家要会看图来找出究竟 opportunity cost 在哪里。OK，好，第三个问题就是 PPF 为什么是一条 concave？什么是 concave？ 同学，concave 就是曲线，那这就是 concave。OK，concave 的反义词就是直线 （straight line）。为什么 PPF 是条 concave 呢？因为它代表着 changing opportunity cost。大家抄一下啊，代表机会成本是会不断的改变的。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先抄一下。为什么是 changing opportunity cost 呢？很简单啊，因为你看看，如果假设我一开始生产的是3000个 computer，零个 car，那我一开始牺牲一点点的 computer 呢？我就牺牲那么一点点的 computer，我能够换来多少的 car？我可以换来这么多的 car，对不对？我牺牲一点点的 computer，我换来这么多的 car。好，然后我再牺牲同样的这么多的 computer，我能换回来的 car。只多了这么多，是不是比原来的少啊？没错，这就代表你的机会成本会不断的改变，不是你每次损失100的 computer 都换来一样的300台 car。OK，可能你一开始损失100台 computer，你换来是300个 car，第二次你再损失100个 computer，可能你只能换来20个 car 了。所以机会成本是会不断的改变的，这也很符合现实，对不对？所以。记住，PPF 它一定是个 concave，为什么？它代表了 changing opportunity cost，代表你在生产的过程中机会成本会不断改变。OK，好，第四个问题就是，如 PPF 会不会 shift 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譬如我们的 PPF 本来是在蓝色这条线上面，OK，我在这里画好了。PPF 在什么情况下会整条往外扩？首先，大家要先知道整条往外扩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因为 PPF 代表整个经济体的最大产能嘛，对不对？如果整条 PPF shift，这叫 shift 啊，往外扩叫做 shift shift out，那代表经济体的最大产能上升了，对不对？经济的最大产能上升了，当然是好啊。所以什么情况下我们的 PPF 才会上升啊？经济的最大产能上升的时候，PPF 才会 shift outward。那么这叫做什么？economic growth。只有当我们能够实现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刚刚所说的那个 shift in PPF，整条往外扩。那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有经济增长啊？第一个是科技 （technology），第二个是 capital，OK，是我们的资源上升，那么就可以达到 economic growth，PPF 就会 shift outward。OK，所以要背的关键是什么时候会 shift 啊？要有 economic growth 的时候，什么时候会有 economic growth 啊？technology 或者 capital。OK，那么 PPF 的问题只有可能问四个，不可能再出现这五个了。所以考学习是门艺术，考试需要技巧，一定要像哥哥一样善于总结问题。OK，这是 PPF 的问题。好，我们来看看 PPF 会问些什么问题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学期的这个真题，OK？我们这个学期的真题，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第一题马上就用啊，马上就用。我们刚刚就学了 PPF，我们看看我们的 quiz 会怎么问我们？What's the name given to the highest value alternative？哎，一看到 highest value alternative 就是 best alternative 嘛，对不对？你看 opportunity cost。你看，你知道 keyword easy 对不对？easy 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抓关键词就行了，对不对？好，第二个问：What happen if the country produce a combination of goods that use all of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economy？OK，如果一个经济用尽所有的资源，它会生产在哪？用尽所有的资源，那肯定是生产在最大生产量上啦，对不对？最大产能啦。所以，the country is operating on PPF，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OK，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这个经济一定是生产在 PPF 上面，在这条线上面，所以很明显是 A 嘛，对不对 ？OK， 很明显。好，再来第十二个问，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quiz 的第十二的这一题啊。Refer to the graph below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 is unattainable， 遥不可及。一想就知道遥不可及是小居居啦，所以 A too easy， 破之易如反掌耳，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very easy， OK。 好，接下来 refer to the graph below what is the opportunity cost from moving from B and C， 这个是我们刚四大问题的哪一大 opportunity cost， 第三个对不对？好，我们现在 moving from B to C，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 SUV 是从200上升到了400，对不对？那我们牺牲了什么？我们的 hybrid 从600降到了400，所以我们牺牲了200个 hybrid， 对不对？要从 B 挪到 C， 增产了200 SUV， 我们牺牲了200个 hybrid， 所以答案是 opportunity cost 是200个 hybrid， OK。 好好，接下来看以下的图 ，refer to graph below as you move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to point C， 请问opportunity cost 怎么样？我们看看啊，从 A 到 B， 也就是我们的 automobile 多生产了200，我们只牺牲了多少的这个 aircraft 啊？ 50， 对不对？对不对？牺牲了50。从 B 到 C。我们也是多生产了200，因为200到400嘛，也是多了200的 automobile， 但是我们牺牲了多少 aircraft， 从300我降到了200，是多少？牺牲了150。所以机会成本在第一次 A 到 B 的时候，机会成本是50个飞机，到 B 到 C 我要牺牲的是150个飞机了，所以机会成本是上升还下降啊？当然是上升，一开始是50，后来是150。 Changing opportunity cost it increase，是不是很 easy？ easy， 破之易如反掌耳，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这样一不小心我们就解决掉了 PPF，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OK， production 生产 possibility 可能性 frontier 曲线。所以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的全名是生产可能性曲线。记住 exam 考试四大问题，破之易如反掌耳。OK， 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就到另外一个 final exam， 跟我们的 quiz 都一定会考的是什么？是贸易了，是 trade。OK， 那 trade 这个 topic 呢，必考的 multiple choice 必考的就是这两个的定义。要知道两个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话呢，它有两种优势，这两个的定义一定要知道。第一种叫做Absolute advantage， 什么意思？绝对优势。OK， 绝对优势。第二种呢，叫做 comparative advantage， 是什么意思啊？叫做比较优势。那如果你经常看经济学家讲话，一讲到贸易，他就说比较优势，比较优势。OK， 如果比较优势都不知道，你就别说你读过经济了。OK， 好，那首先，那我们怎么 exam 怎么破？首先定义一定要知道的，哥哥帮你画下关键字。什么叫 absolute advantage？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or firm or country to produce more of one good to serve than the competitor。 OK， 就是什么关键字是什么？ produce more， 就是如果这个国家譬如我用一个工人可以生产十台车，你用一个工人只能生产一台车，那我就绝对优势，对吧？这叫做 absolute advantage。OK，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用一天的 per day of work，country A 可以生产六个 food，country B 只能生产一个 food， 请问生产 food 谁有绝对优势 ？absolute advantage 啊，肯定是小 AA 了。生产 clothing 呢？一天的 work，country B 可以生产两个 clothing，country A 生产三个 clothing， 那谁有绝对是 absolute advantage？ 也是 country A， 所以 country A 在 food 跟 clothing 都是 absolute advantage，OK， 都是 absolute advantage，OK，all right，
好，所以呢，absolute advantage 就是这个意思。简单来说，直接比嘛，六大于一，absolute advantage；三大于二，absolute advantage。会不会比啊？会不会数手指啊？OK，不会的话，等下加一下哥哥微信，哥哥教你啊。OK，pretty easy this one。好，所以经济学里面最核心的点，其实在贸易里面呢，应该是 comparative advantage，OK，应该是比较优势，OK，应该是比较优势 comparative advantage，OK，什么叫 comparative advantage 啊？关键字是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 firm or country to produce a good service at a lower opportunity cost，把这个放起来。国家的比较优势不是直接比，而是看谁生产哪样东西有更低的机会成本。OK，没错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很简单。OK，跟大家看一下这个 practice question。OK，所以我们就看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定义就知道了。如果要找出比较优势，你先要算出什么？算出 opportunity cost，因为谁有更低的 opportunity cost，谁就有 comparative advantage。所以要找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话呢，如果是定义，就记住关键字 lower opportunity cost。OK，如果是要题目让你找出来的话，就分两步，第一步一定要算出，OK，第二步才能找出。OK，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啊，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 A 国家。他要不就生产六个 food，要不就生产三个 clothing。那请问他每生产一个 food，他每生产一个 food，他会牺牲了多少 clothing？OK，他每生产一个 food 要牺牲多少 clothing 啊？没错了，很简单，要不生产三个 clothing，要不生产六个 food，所以三除六，所以每一个 food。他要牺牲多少？二分之一个什么 clothing，对不对？二分之一件衣服，所以生产 food 对于 country A 来说，它的机会成本呢是二分之一个 cloth。同样道理，那如果 country 选择生产 cloth，每生产一个 cloth，它会牺牲多少 food 呢？就是六除三，对不对？所以每生产一件衣服，它要牺牲两个 food。这就是它机会成本。同样道理，我们来生 Country B，Country B 生产一个 food，它生产两个 clothing，那是所以每生产一个 food，它牺牲多少 clothing 啊？肯定就是二嘛，对不对？好，那么 Country B 如果要生产 clothing，它牺牲多少个 food 呢？一个 food，所以每一个 clothing 哦，所以要除二啊，每一个 clothing 它要牺牲多少 food 呢？0.5嘛，就是二分之一，所以是二分之一个 food。所以要先把机会成本都算出来，OK？其实非常复杂这个问题啊，用到除法，非常复杂用除法。好，如果完成第一步，先算出来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哪个 country 更有 comparative advantage，其实就是找什么 lower opportunity cost，谁有更低的机会成本？我们来看看啊，生产 food。Country A 的机会成本是二分之一件衣服，Country B 是两件衣服，谁有更低的机会成本？谁有更低的机会成本啊？肯定是什么？肯定是 Country A 啦，所以 Country A，所以 comparative advantage for Country A 是 food，OK？OK？所以 Country A 的 comparative advantage 呢是什么？Country A 的比较优势是 food。给你一个技巧，其实只在你的 exam 题目里面，只要找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那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另一个。譬如 Country A 的比较优势你知道了，如果是生产 food，那么 Country B 的比较优势就一定是 clothing。不信你回家试试啊。OK，一样的逻辑，一定是 clothing 的。OK，所以只需要找出一个国家，就可以找出另外一个国家。OK，我给你比一下啊。譬如生产 clothing，Country A 要牺牲两个 food，Country B 只要牺牲二分之一个 food，谁低啊？当然是 Country B 低。所以 Country B 生产 clothing 有 comparative advantage，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技巧，comparative advantage。OK，所以它这样子，所以这个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这个优势啊，这个优势。
好，那你可能会问，好，现在我如果找出了 Country A 的比较优势是 food，Country B 的比较优势 clothing，那代表什么呢？记住，它会让我们做一个决策，就是 specialize。什么叫 specialize 啊？在我们经济学理论里面，就是如果 A 的 comparative advantage 是 food 的话，那么 A 应该全部只生产 food。OK，所以 A 应该只生产 food，specialize only in food，只生产 food。B 的 comparative advantage 是 clothing 的话，那 B 应该干嘛？只生产 clothing。然后呢？然后他们贸易，他们交易，这样呢就是大家都好的。OK，所以题目肯定会问到哦，那谁应该 specialize in what？那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找出哪个国家有 comparative advantage。那它就应该 specialize in 那一个 products，OK，就是这么简单，就有点像什么？我读 economic principle 很厉害，OK，跟着呢你读 economics 很厉害，那我就应该 focus on 我读 economic principle 很厉害，你读 accounting 很厉害，那就应该我完全 focus on 读 economic，你完全 focus on 读 accounting，跟着呢我们考试的时候干嘛？互相抄，对不对？互相 train。那大家是不是大家都好？Better off，对不对？它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关键字是什么？你一定要会找出 comparative advantage。OK，第二呢，要知道谁有 comparative advantage，谁就可以什么 specialize in that product production。OK，好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OK，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一道我们的 quiz 的题目，说 In order to achieve maximum gain from trade, people should specialize。你看到关键 specialize according to，一看就知道 comparative 啊、too easy，太容易 too easy 对不对？too easy，too easy，unbelievable，unbelievable，OK、okay?。好，第五，Who should specialize in food？那一看到 specialize，谁有 Who should specialize in food 啊？有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roducing food 的那个人，OK，就应该 specialize in food 啦。所以在我们刚刚那一题，Who should specialize in food？啊，Country A 啊，对不对？OK，Country A。OK，好，下一题。A person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roducing a particular good if that person 什么？肯定是 lower opportunity cost 啦。谁会更有 comparative advantage 啊？谁拥有更低的机会成本嘛？对吧？Easy 就是定义。好，第十，A country that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roducing capital good will 怎么样？OK，A country that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consumption of that good，OK。OK，这什么意思啊？如果一个国家有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roducing capital good，OK，、okay? 那么它应该干嘛？Specialize in capital good，对不对？然后呢，trade with the other country，所以是 C。所以都是在为 specialize，对不对？每一题都是 specialize。好，OK。跟着呢，再来。By specialize and trade, the two individual can 干嘛？肯定是 can better off 啦。但是呢，在这个选项里面，就说如果大家都 specialize 在自己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产品上，跟着在交易，肯定是大家都会变好。但是在选项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说大家会变好啊。OK，因为它换了一个英文。大家看一下 B 啊，可以告诉你答案是 B。他说什么？如果大家都 produce 在 comparative advantage product 上，并且 specialize 并且交易，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两个国家都可以 consume a point beyond their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就是如果大家都 focus on 自己有比较优势的那一个产品，然后再交易，大家的消费或者大家最终的总拥有的产品会超过这个国家单独的 PPI。就超越极限，那是不是就是说大家都会比 better off 啊？就是这个意思。OK，就是这个意思。好，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以前 quiz 的这个题目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是一份完整的 quiz 的真题啊，直接这样拷贝下来的。OK，大家看看会不会选？Too easy。OK，你的题库八九不离十了，绝对是差不多的。我们一起看啊。所以我希望除了大家有了我们的题库以外呢，我更加希望大家是真的理解的，因为 final exam 一样会再考一遍。OK，我们一题题来。第一题不用一题题来了，因为就是考定义。Opportunity comes。OK，你选哪个？就是定义里面的嘛，highest value through alternative foregone，就是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egone。对不对？其实跟我们刚刚题库里面的题一模一样啊，就是换了这个问题而已，但选的都是定义，满分。大家有没有问题？肯定没有了，就是定义，对吧？好，第二个，the ultimate cost of any choice 这是什么？ultimate cost of any choice 就是其实任何的选择的最终成本是。那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 opportunity cost 的意思嘛。OK，任何选择最终成本就是机会成本，所以是一样选择机会成本的定义的，the highest value alternative cost。所有同学没选对这一题呢，其实很简单啊，没看懂英文。OK，没看懂英文。OK，所以 pretty sad。所以大家要知道，OK，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opportunity cost 的定义。好，我们看 question three。我们看看啊，这题是关于 trade 的贸易的。我们看一下，If Tom and Dee specialize in the producing the goods, which he or she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n exchange the goods，那他们完全按照经济学原理，他们完全 focus on 只有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 good，然后呢，在 exchange 就是在 trade，那么最终会怎么样呢？是大家都会 better off，所以你会选择哪一个？Each will gain，对不对？大家都会获利。Each will gain，OK？Because、okay? each can consume a combination of good that's outside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方面，是不是在我们刚刚的题库里面一模一样？是不是很容易？破字易如反掌耳，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跟来看 Question Four。Whenever a person can produce more of all good。Than anyone else, that person，如果一个人可以生产一个产品 than another person，那这叫做什么？就像我们刚刚那个例子，一天的劳动力，我能生产10台车，你只能生产一台车，对不对？I can produce more than you，这叫做什么？什么优势？大声叫出来！什么优势？开麦克风，大声叫出来！没错了，absolute advantage，OK，、okay? 太容易，破之易如反掌了。好，Question four，Question five，sorry，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means combin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can produce efficiently，对吧？他说 PPF 是什么意思啊？在这条 PPF 上是什么？是 the maximum combination，是我们的最大产力嘛，对不对？它这里没有 maximum，but maximum combin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produce 在 PPF 上面的产量 A 有没有效率啊？有，是 efficiently。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的四大 PPF 题型的第一个看图问题，对不对？其实变成了文字，对不对？看到 efficiently 就一定是 on the PPF，OK？、Okay? 好，question。Question six. A point inside a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那个题的 point B。如果一个点是 inside，那你马上想到的关键字是什么？Inefficient，对不对？没有效率。所以我们找一下关键字，这里有没有 inefficient 啊？没有这个字，那怎么办？Inefficient 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资源没有完整利用。它才会没有效率嘛，所以他把这个 inefficient 这个单词变成了 unemployed，很多的资源都没有使用，没有利用。A lot of resources are unemployed。
OK， 所以呢，这个是什么？这个应该选择 C。所以这个 is a language game actually， 对不对？如果同学没有选对这个是，那就是英文的问题啊。Inefficient 就是 unemployed。OK， 大家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很 easy？ 好，再来。Question seven: Moving from one point on the PPF to the other， 就是我在 A 点 PPF 移到 B 点，那会造成什么？会产生一个什么 opportunity cost 嘛？但 A 点到 B 点，我们肯定会有机会成本呢，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 trade-off and incur opportunity cost， 对不对？我们刚刚连那个图跟计算都讲过了，对不对？所以很简单。所以我们 quiz 只有一个目标，满分。好 ，Question A， George and Michael can gain from exchange， 这是什么？是 trade。什么情况下 George 跟 Michael 才能在贸易中获利呢？很简单，他们各自都要 specialize 在他们有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生产上。所以我们要找的几个关键是：第一，他们必须 specialize in the production of good which they have comparative advantage。那 comparative advantage 是什么？ Lower opportunity cost， 对不对？ Lower opportunity cost 就是 comparative advantage 嘛，对不对？所以是 C。 那所以大家可能会有点 confused， 其实就是就有点大家可能刚刚来到就是英国这个澳洲这个英文，所以有些时候不是你不懂啊，但是英文，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英文有点 feel。他有时候会把一个字换成了另外一个一句话或者另外的几个字来代替，但是你可以感受它就是那个意思嘛。Lower opportunity cost 就是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 definition， 对不对？好 ，Question 9 ，To obtain the gains available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ividual country must do more than specialize。OK， 所以如果你想 gain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那么我们要 do more than specialize， 所以 specialize 在生产它有 comparative 是那个 product 以后我们要干什么呢？ specialize 完当然就是要 trade 啊，对不对？所以当然是 trade。 OK， 不废话吗这个？ OK， 好。 Question 10，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is the boundary， 对不对？它是一个界限。 OKBetween those combin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 then can be produced， OK， can be produced， 所以应该选 C， can be produced and those cannot be produced， 这是我们的 boundary， 就是我们最多只能生产到 PPF 了。为什么生产在这里可以吗？不行啊，它遥不可及， unattainable， 所以应该是这个是我们的 boundary， OK， 这个 question 10。所以这是我们拿了一份完整的 quiz 给大家看，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题目第一都跟 opportunity cost、 PPF 还有 trade 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这一 part 是我们 quiz 重点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四份都是从这里面出的题。 OK， 所以 focus on 在这几点就可以了。 PPF 的复习 focus on opportunity cost 的定义， OK， 还有四大问题。 PPF 的复习啊，Opportunity cost 的定义，还有什么四大问题 ？OK， trade 呢 ？Trade focus on 什么是 absolute advantage， 什么是 comparative advantage？ 如果要从贸易中获利的话，我们需要 specialize 在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产品上，并且要进行 trade。OK， 那么这就是我们 quiz。我们 quiz 没有什么。目标就有一个满分，而且好好学习这个 topic， trade 跟 opportunity cost 和 PPF 在 final exam 的 multiple choice 一样会照考的。 OK， 所以呢其实每一次的 quiz 哦，在你未来的每一次的 quiz 呢，其实对你的 final exam 都是有意义的。 OK， final exam 的 multiple choice 跟你这个 quiz 呢的形式是一样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很简单？所以这个 subject 的话呢，我们每一节课都会帮大家一起就用真题来讲解，同时也复习了 final exam， OK， 同时也看了这些知识点。那么这个学期大家千万不要等到学期尾才会进行去复习啊， OK， 所以一定要提早的上课，提早的理解。我们会带着大家把所有的 quiz 的 assignment 都给做掉， OK， which is good，
OK，所以呢，大家不要等期末再来报班啊。OK，现在就要报。OK，并且呢，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第一节公开课是对公开直播的，但是其实在我们正式第二节开始上课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自己的视频平台，那大家是可以无限次的，除了看直播，还可以无限次的重复我们的直播内容，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上视频平台里面呢，去打印自己的讲义。那么还可以在你还可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截取你不是很懂的那一段的视频，把它截取到你的时空书包里，不断的观看，还能在上面标注描述你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会在后台回复你。Really? Yes? 是不是很好？不然的话，你看了好多的这个课程，哎呀，我哪里不懂，我都不记得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线上教学平台是有很多类似的功能可以帮助到大家的，OK？所以希望大家提早报课。我们也可以线下课程，如果要线上来看我上课的话，可以跟小助手报名，OK？那我们现在的线上课程的这个无限看视频等等的这个现在是前99个报名的同学呢是免费的，是整个校区99个啊，是完全免费的，所以大家呢赶快报名，OK？跟着呢，通过我们的网课可以 Q 掉我们的病毒，提早准备我们的 exam，只有99名啊！现在据我所知已经没掉了八，哎，没掉好像70几个了。OK，所以大家尽快报名。OK，好，谢谢大家。好，我们看有位同学在回答问题，报名啦。OK，好的，谢谢这位同学你的支持。虽然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结束了，非常 easy，对不对？没错，我们就是用1个多小时的时间，把你的 quiz 给做了，并且把你2个 lecture 的内容全部搞定，而且会帮大家 summarize。OK，就是这么有效率。记住，学习是门艺术，考试需要技巧。OK，所以大家，我们虽然今天的课程结束了，但是希望我们的关系才是刚刚开始。我们下节课再见。